无，带孝女子嘅爱，清理门户嘅狠，无法回头嘅仇，一一入乎内心。 特别要感谢大会，十年前是因为跟住系盲探出品，华亚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到香港嘅故事。请何家伟导演讲个得奖感想。好多谢阿秀生，好多谢评论学会，好多谢导演啦，啊。 宣传部啊，发行部啊，我又会有一个好深嘅印象，就系评论学会。系，向前望，向前望，向前望。好，你唔该。好，麻烦。咁多位边唔该。我中间。呢部电影不管是我们个人得奖，还是哪一个部门得奖，我觉得这都是。 集体的努力嘛，因为电影是一个集体的艺术嘛。其实哪一个部门你缺少它，都不可能成就你的角色或者成就你的电影。它是一个集体的艺术，所以其实我们的拍摄经历是蛮辛苦的，所以也是很感谢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他每一次投入都是这样，只要他一提笔写，他就放不下了。而且他也是属于那种事无巨细的人，所以他的工作习惯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 journey， 但是相互的，你爱他，你就爱他的一切，你就要接受他的一切。 不是每一次那么长了，可能下次我们会短一点。我拍2046没有那么长。好，两位请慢，唔该。好，两位请慢，唔该。好，中间。好，两位坐边啊。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张不张，张也没用，电影是已经拍了。 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去怎么样去看不同的电影，你也不能猜到，所以我还是抱着一副轻松的心态去出席每一个我能够出席的颁奖典礼，能拿的当然开心，拿不到我想我今年也是会，我现在还是继续努力，我还在拍。 也寄望着明年的菜谱。